第十三题，重生这个字可以看出它是属于下列何者？我们晓得元素的中文命名中，如果是金属就用金字旁，如果是非金属是固态的就用石头旁，如果是气态的就用气字头。而我们有一个唯一的常温常压下唯一的液态金属跟非金属，我们就用三点水或者是水字，所以我们看到生这个是石头旁，所以就知道它是固态的非金属，于是。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重生这个字可以看出它是属于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固态非金属。